穿这身怎么样？嗯，李护士，你穿这身太漂亮了。你是相亲吗？这相亲啊？我明天要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，我打算穿这一身比较自然一点吧。啊，比赛选秀啊？嗯。那你穿这身上去就被淘汰了。什么呀？这歌唱比赛又不是穿衣比赛，唱歌跟穿衣有什么关系啊？李护士，你这真不知道吗？现在的选秀啊，都是选故事，知道吗？你必须合理的包装自己，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。要不这样，包装，我给你出个主意啊，你赶快到对门的李大妈家借身衣服穿上。我怎么能穿大妈的衣服呢？不行。别，为了胜利，刘护士，为了胜利，对对，赶快去借一身，借一身。李大妈。对对对对，赶快去借一身啊！保证你成功。哎。子栋，子栋，李大妈把她衣服借给我了，她还送了我一朵花，说带上她像十八。太棒了，刘护士！我跟你说，就凭你这身衣服，哎，你就能获得一张 pass 卡。你这个选秀节目还需要准备其他的什么吗？他海选嘛，就准备一首歌，然后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就可以了。啊，那个唱歌你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这个自我介绍你准备介绍点什么呢？各位尊敬的评委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名热爱唱歌的护士。停！柳护士啊，你不能那么介绍啊，你得说你是一名来自山里的苦孩子，家里生活条件差呀、啊。你们村里还有个恶霸，经常就这么欺负你。为了生活呢，你就得到这个恶霸家里唱歌。这恶霸规定，只要鸡一叫，你就得爬起来给他唱歌啊。那这恶霸他还睡不睡啊？哎，这你就说到点子上。这个恶霸呢，为了折磨你，就半夜起来啊，拿这个棍儿去捅这个鸡，一捅这个鸡一叫，你就得唱歌。就这么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的过去。终于有一天，恶霸捅这个鸡呀、啊，这个鸡不叫了。为啥呢？因为他把这个鸡捅死了。就这样啊，年复一年，就练就了你这个一副好嗓子。行了行了，子栋，我就按你的说，行了吧？我背下来。不行不行，刘护士，这样还不够，你还得说你是一个孤儿。哎呀，你跟你一个哥哥相依为命，从小一块长大，你哥为了你呀、啊，受尽了人间的苦难。你哥就有一次去城里打工，啊，大一个出车祸了，大车咔嚓从身上压回去，给你哥压两半儿，大爷别着急，又给缝上，缝上，但那个腿呀、啊、落下了终身的残疾。你为了你哥呢，你开过卡车，当过卡车司机，然后干过美甲店老板，但最后呢，你的目的只有一个。嗯，啊，我知道，这我会说了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治好我哥的腿。什么治好你哥的腿呀、啊？是为了给你哥打一副拐。那咱们这家也太凄凉了吧？你这样才能吸引观众的眼球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凭我这么多年的艺术修养啊，你这么说，保准能晋级。真的？相信我，刘护士，赶紧去参加比赛吧，我等你胜利的好消息。Yes。加油！加油！我今天就按你说的跟那评委老师一说啊，他们就让我晋级了，我都没唱。恭喜你刘护士啊。不是，恭喜是恭喜，但是那导演组的人说的，说我的故事特别感人，他们说一会儿要来我家说做采访。那可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呢？要不这样，一会儿咱糊弄糊弄他，看能不能糊弄。那怎么糊弄？小严，你穿这身呢那么好看。小宁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来，赶快。什么玩意儿？快，有招了，有招。你先坐下，我慢慢跟你说啊。坐这上来。穿穿。不行，不是，我刘小宁在吗？呀，导演，哎，来吧，您来了，我是刘小岩，请坐。哎，您好，我是《一生梦想》栏目组的导演。哎，您请坐。好。哎，子栋，这位呢是我的同学。哎呦，那个导演你好，那个。我是那个刘小岩的同学，他这家里困难啊，就是为了参加节目，临时住在我家里。你先坐，您坐，先坐，坐来，坐下路啊。好的，刘小姐，您把之前说的事情呢简单说一下吧。再说一遍。嗯、我从小出生在一个特别贫困的小山区，在我三岁那年。爸妈都去世了，
哥哥相依为命，为了活下去，我就住到村里的恶霸家里，天天给他唱歌。后来我哥出车祸了。父亲永远难忘记，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，牵着狗很快的小羊。好了好了，导演，不了，我不推不动了。你看啊，就是这样的一对兄妹呀，啊，相依相伴，相互扶持，走到今天。小严呐，能有今天这个成绩呀、啊，太不容易。要不你能行吗？不行我录吧。没事，我行，没事没事。今天要这啥呢？啊！妈呀，刘晓岩，怎么整成这样？你要上春晚呢？导演啊，导演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，就是刘晓岩的嫂子。哎，我你疯了！我什么时候成刘晓岩嫂子了？你找人是刘晓岩的哥。导演你好，我是他嫂子，亲嫂子。这是我丈夫老年。干啥呢？站起来打个招呼。哎呀！哎呀！导演，你看见没有？没有。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女人呐，拉扯这两个人啊，一直走到了今天。要不咱采访一下家里人吧？家里人就算了吧。柳小姐，能透露一下下次半决赛的曲目吗？哎，你现在就要问那个曲目啊？我那曲……哎呀，这曲目咱准备了。刘晓岩小姐呢，下回要唱的曲目就是《嫂子送》。哎，嫂子送，嫂子借你一副身板，当你太阳多么好大声张狂。你们干啥玩意儿呢？要不然人复习功课了，唱什么饺子呀、啊？不让嫂子呀？那个，这是哎，那个导演听我说，这个是刘晓岩的那个表弟。哎，你表姐将来啊，就拿等成为明星以后，供你读博士。是什么博士？练练，现在已经是研究生了。嗯，对。你有今天，你得感谢你姐呀、啊！快去，谢谢你姐，快点。那啥，弟弟给姐姐个拥抱吧。啊！我姐对我这么好，我能抱亲一下吗？来来，你敢亲一下试试？妈呀，吓唬谁呢？亲一下我这……哎，你别给我扯没用的，你给我亲一下试试。停停，我亲一下，那都是假的。哎，搞什么假的？假的！别亲一下试试。别打了！我全明白了，我全明白了，我走了。别！哎呦我！哎呦我！闹我！完事儿，导演都走了，闹我都走。